给你送。阿嬷给你送哦。阿嬷给你送。民众一出这个商品名称，有人嘴角失手，有人一脸疑惑，怎么都没想到这竟然是药霜的名称。会比较想去试试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呀？好笑而已啊。嗯，觉得有点怂。这款药霜虽然不知道疗效如何，但是光听名字就很疗愈，因此在网络上爆红。原来这是台中有业者将家族企业的包装改头换面，加上是阿嬷的祖传，因此命名为阿嬷好利送。阿嬷好利送啊，对啊，就是会，就是让你舒服，就是好利送啊。除了阿嬷狐狸霜，还有叫甘霖凉的零食，以及这个念起来像是脏话的，全部都是药膏。商品名称枯索的还有这个外形就像是通马桶的通乐，但是名字改成通过。而这一瓶极品镇怒丸使用方法写着：心情不好饭前一粒，心情超好不用一粒。而鸡精白兰氏变成了百烂氏，让人看了会心一笑，因为这些统统都是糖果。我不会去买耶，怎么说？感觉他在骂人呢，蛮低俗的。搞笑商品一上市，民众拍照po网，引起热烈讨论。不过有些商品因为热度无法维持，已经下架。记者林嘉靖、彭志明、庄明君，台中苗栗综合报道。